跟我们同仁，他们会先收。公开是在依法是文化局要开，那我们是现在是要求你依法行政而已啊。好，故宫固然有开，可是他在正式的我们讲文化景观的一个登录会址办法，你是文化局要开。那我想这个事情我们跑了那么多趟，大家脾气都会不太好啊。但是我们会希望你还是依法行事，一次让我们做完这样子，让大家也都会比较轻松一点。所以我们会希望。文化局是不是尽速的启动，按照程序来？谢谢。
天本案的出席总人数是21人，因出席人数21人，那出席有11个人，那有半数委员都出席。那目前出席没有零人同意这个案子，然后所以未达这个出席人员2/3以上，所以这个案子不同意指定古迹，不同意登录历史建筑、纪念建筑、文化景观及聚落建筑，并解除文化景观列册停止。好，以上我们往下。请结束一下程序，办得不合法。这案子我们就是照这次的程序来走。好，我们试试下一位。没有开，蔡局长，你程序上不合法。那我们现在进行下一个案子，审议22案由大同区大道城变电所文化资产价值审议案。本案依据《文化资产保存法》第78条、《古迹指定及配置审查办法》、《历史建筑纪念建筑登录配置审查办法》及《补助办法》办理。办理情形一：本案建物位于大同区太原路287号，坐落于大同区圆环段3小段171号，建号为同小段473建号。建物约新建于1930年代中期，为本市日治时期仅存之现代化电力变电所。本建物见证大道城地区现代化之以全县机能做变电所使用。本局104年5月11日召开本市本案建物现场会勘，初步认定本建物具文化资产价值潜力，并予以列册追踪。本局107年4月13日邀集文资委员薛晴、朱一鸣等人召开本市列册追踪建物大道城变电所访视会勘，并经107年5月21日本审议会第106次会议决议，获准启动文资价值审查程序，未确认其文化资产价值，本局税评职权依文资法第78条规定启动文化资产价值审查程序。本局107年8月3日邀请薛晴委员等5位委员办理本案的文资价值审查专案小组会勘，结论一：本次专案小组会勘经出席委员一致认定具文化资产价值，建议指定为古迹，并以么字形建物为保存建筑主体，并着土地范围以现有围墙为界。那专案委小组委员意见摘要如下，请委员参阅。那本案的文化资产价值评估报告，请委员详手边资料附件6。那这是本案的地级地形图，那地主土地是圆环段3小段171地号。那这是本案的航照图。那以下是历史图资的部分，这是民国34年的航照图。然后这是47年的航照图及地级地形图，这是58年地级地形图，啊，这是民国68年到73年间的航照图及地形图，啊，这是比较近期96年的航照图及地级地形图。那是本案现况的外观照片，那右边这边可以看到它那个么字形建物的主题，那就是它户外的一些配电设施。就是它现在内部的使用情形。那这文化资产价值评估报告基本资料，请委员详参阅。价值分析，本局于107年8月3日召开专案小组现场勘查，结论经出席委员一致认定具文化资产价值，未来保存管理维护，依现行文资法规定，文化资产应由所有人、管理人、使用人予以管理维护，未来由台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保存管理维护。指定范围之影响评估，本案建物目前维持变电所使用，倘登录为文化资产，应不影响该使用功能。后续建筑本体倘涉及修复及再利用事项，需依文资法规定提送计划与文化局审查。二、本案倘指定为文化资产，基地周边相关营建工程或其他开发行为，且符合文资法施行细则第22条之范围条件者，需依文资法第34条规定办理。拟办一，拟请同意指定大道城变电所建物为直辖市定古迹，名称大道城变电所，种类、产业、位置或地址台北市大同区太原路187号，古迹及其所定左土地范围之面积及地号，古迹本体为大道城变电所么字形主体建筑，建物为大同区圆环段3小段473建号，建物面积218.69平方公尺。建筑物坐落土地为大同区圆环段3小段171地号1902平方公尺，实际保存面积需以保存范围实测数据为准。
指定理由及其法令依据：一、本建物为本市仅存之日治时期现代化电力变电所，为本市近代化过程及电力发展之见证，亦为都市发展史的代表案例；二、建物保有日治时期原貌，外墙为浅绿色公文二丁挂面砖，街角采圆弧处理，与流墙外墙上全台电株式会社标志之沉积，建筑为1930年代现代装饰艺术风格式样；三、建基地上另有高压电箱区、租配电区及建筑物本体三区，完整呈现变电设施功能，是符合古迹指定及废址审查办法第二条第一项第一三款指定基准。以上报告。这个案子改变或者是有没有登记发言？有，那个台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要进简报，那请掌握时间10分钟，谢谢。主席、各位委员、各位长官，大家好。台电台北市区营业处报告啊。听到我们报告的主题是建成变电所列为文化资产的情报啊。那我报告大纲是有分三项，一个是使用状况，一个是列为文化资产对供电的影响，一个是结余啊。那我们使用现况啊，那建成变电所它的功能是将电力由69kV 的线路降压到11kV 的线路，然后供电到台北市的大同区跟中山区。那80年代后，因为随着技术不断的进步，变电所已升级为自动化的变电所，为维持供电稳定，那我们台电也必须定期的巡检跟维护。那建成变电所的那个地址是在台北市大同区大平太原路187号啊。那基地的面积是有2091平方公尺，那供电的范围是在西林北路以东、新生北路以西、长安东西路以北跟民生东西路以南。那供电的用户数是9558户。那在主建屋外啊，我们是有放3台主变压器啊。那主变压器的容量是1台是25公里，那提供15条 11kV 的馈线在公共在使用哈。那我们主电里面有 OLTC 要跟那个主电需要做节油的测试哈，还有含水量的测试跟油中气体的分析哈。那这个是一年要做一次。那主电本体啊是要做节约电阻的试验跟介质电机因素的试验，这个是3年要做一次。那我们主变的汰换周期是30年。那我们1、2号主变的话是一定要民国121年要汰换。那3号主变的话是124年要汰换。那我们气体绝缘开关设备哈，有分69kV 的 DS 跟普高23kV 的 DS 两种。那上的话是特高的部分哈，它是有遮雨棚哦。那维护周期的话是每年要操作，维护周期在操作试验的话是1年要做一次哦。那外部点检是要每6年要做一次，那内部点检的话是12年要做一次，那汰换周期的话是25年。那我们69kV 的这个气体绝缘开关是预定民国124年要汰换，那普高的部分哦是去年才汰换过哦，民国107年才完成汰换。那我们预定汰换跟增设的设备哈，那我们建成变电所主控室的那个屋顶哈，要配合国家能源政策哈，在上面要增设控制室的那个太阳能板哦，增设太阳能板哦。那我们主建物里面的消化系统是每12年需要汰旧换新哦。那这个设备已经到达使用年限哦，原来厂家已经停产了，所以我们这个设备是需要汰换的哦。另外就是电容器哦，我们是每17年要汰换更新哦，还有蓄电池每10年需要汰旧换新。来，那第
六项是列为文化资产对我们公变的影响，在规划面的话，我们建成变电所是大同区主要的公变来源，那附近没有一万亿的线路的变电所可以再负担该所的公变负载。另外我们建成变电所目前是持续在供电中，我们公司员工是每周至少要巡检两次，那所内的设备必须要依照设备的不同做维护，根据它的维护周期做维护点检跟汰换。那第三项是说台北市地狭人稠，没有办法再取得变电所用地，那民众意识高涨，变电所的新建更是难上加难。在执行面上面，我们运转中的设备如果故障无法及时检修的话，就可能造成事故的停电。那另外因为建筑老旧需要经常维修，那如果依照古迹修复及再利用的办法来办理的话，没有办法及时处理造成供电中设备的故障，那也可能引发无法预期的停电事故。第三项是如果控制室列为文化资产，未免因日后修复期间影响供电，那如果必须新建另外的控制室，那目前基地的面积狭小，已经没有空间可以新建控制室。那结语，那我们建成变电所，因为地面积狭小，已经没有其他的空间在新建控制室。另外我们变电所里面依照我们这个维护周期的话，经常要做设备的点检维护还有汰换。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这个建成它屋顶，它已经做过很多的整修，我们已经汰换过，把那个防水问题已经解决了。另外在那个吊阳塔上面，上面有那个遮雨棚也是新做上去的。另外在排水管上面都是用塑胶管代替的。那基于以上的原因，我们是为了要维护供电权，用户的供电权，我们是不建议列为文化资产。以上报告。那有一位登记发言是林炳炎先生，那三分钟，请找时间，谢谢。我是提案人啦，本案提出的理由啦，是1943年美军开始迄个空照台湾的时阵呢，画图啦，迄1944年的地图呢，面顶甲这个变电所呢，伊甲写做发电所，所以美军就要轰炸这，但是迄阵阵的炸弹无遐准，去甲迄个边仔的迄个教堂炸歹。所以这栋的历史意义，这是当地的历史记忆啦。这个洪志文教授，伊就不是这点讲，伊的教堂去予人炸歹，伊讲美军是无差别的轰炸，但是事实上是误判，是因为伊是安尼的关系。本人理解台湾电力，要找土地盖要去变电所有困难啦。我是理解的。这个变电所是当时的迄个变电技术呢，即卖已经无需要嘛啦。变电所呢，保存呢是台湾电力呢，历史上并毋捌出现讲有人想要保存这个变电所的观念啦。这个变电所的保存呢，保存落来呢，伊可能是台湾电力上古老的建筑。
这个变电所呢，还佫有就是，伊是的外观呢，伊是唯一保存台湾电力株式会社 logo 的建筑物啦。啊，今年呢是台湾电力啊创立100年，啊，但是台湾电力并无认为这是重要的吼。啊，个人呢，要请台湾电力呢重视变电所，啊，设法呢保护这个历史建筑。啊，当然啦，伊拄则有讲啦，伊讲迄个要起变电所真困难，我嘛知影，啊，啊，但是迄个，变啥？哎，紧了，哦，好啦，我迄个会较紧的哈，因为我，请台电呢爱想办法，吼，这栋呢变成古迹啦，哦，啊，当然啦，我是要即卖就安尼啦，啊，但是台电爱迄个往即个历史，毋是历史建，是古迹的方向，毋是历史建筑哦，哦 ，OK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有，那个要不要说明一下，当时会开的时候是不是有那个崔老师的事情，然后会开小组有没有针对这部分不做讨论，还是？我们会开两次，我都要去。是。崔老师的意思是说，那些发电设备因为厂长要更换，所以那个不把它指定为我们的本领，所以我们古迹本领就只有那一栋建筑物，上说明。哦，所以其实是。是依照薛老师的意见，只有单栋那个地方，不含那个，哦，所以是台，他没有包含台电这边，嗯。主席、各位委员、各位长官先进哦，台电再补充说明，麻烦，到第7页的简报，谢谢。我们刚才那边简报的重点哦，这个因为供电可靠。跟古迹这种都是我们台电都知道是非常重要的，但是怎么样从这中间取得一个共识等等啊？第7页来看，这个就是建筑物的本体。那我们的了解，我们在去年已经把整个屋顶都做过防水了。那在这1-2年，配合国家再生能源的绿电的一些政策，我们又要在上面施做太阳光电板。第二个，有一些建筑物之前，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工程，我们已经把原来的墙面，都也有做外观的改变。第3，再到第8页，现在。